我一个小兄弟听说，近两日城外破庙闹鬼，有两个樵夫还被吓破了胆。狄爱卿，命你七日内侦破此案，不得有误。缘由止息，理有兰。司公子息未敢言。慕容凌和李泌。 的确是伉俪情深。李二他一个月前身染恶疾，不治而亡。说到李泌过世，齐王脸上却未出现一丝悲痛。可若是没死，他又为何撒谎呢？此案比我想象的要复杂，长安城真的要变天了。 我不是告诉过你不要再查了吗？你连命都不要了！那些残害你的人，我要让他们付出血的代价。你这是诛心之路。<笑>